哎呦，大家很用心哦，按下去喽！已经快要十点了，快点喽！要十点喽！让我喷多一点。喷钱是不是？也是蛮辛苦的。哎呦，我的第二画面一直都是妈祖他们。阿弥陀佛，讲什么？哎、欸，巧克力是你吗？我过过了，想不到你也有今天呐、啊！哇，五分钟就盖完了、欸，太划算了！哇，好可爱哦、喔，这么可爱，全部都好猛哦。什么、啊？什么、啊？啊！可是这是猜什么、啊？这是什么？这个是、啊、这个是什么？金色的啊！什么？大家一起来！子健，你也太懒了吧！不要被抓走了！可是你看得懂？要被抓了，要被抓了！可是你看得懂？对啊，哎、欸，你们再抢一场吧！不是，好险没有出声！要查水表，大家小心！好险不是我，好险不是我！是啊，什么东西？妈祖托梦救护来抓我们吗？哎、欸，巧克力，这太正常，我有点不太知道。太正常，你也不会猜，到底要怎样？哦，看起来很像扭蛋。好像可以给个盖的奇怪，你都不行，盖的正常你也不行，那请问盖怎样？这八字很难凑哎。哎，纸片很直觉啊，很直觉，而且不是很直觉吗？嗯，超直觉的，就这么直觉，好、啊，就这样了，直觉，很直觉，啊，三个字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六个号码，他，三补八吗？三补八吗？该不会？这些没有梦想的家伙，老是想要中彩票，不是彩票就是女朋友。按下去了啦！哼，刚好八个字，太好了。而且这个是哇、哦，嘿，我一开始以为是拖鞋，真假的？拖鞋不是那个妈祖能拖这种梦吗？拖什么？你们到底是拜妈祖还是拜财神呢、啊？对，都梦错了。真的不知道，妈祖有保这个吗？有保发财吗？你不要小看妈祖哦。妈祖是不是保的？不是保平安的吗？对啊，是平安的吗？妈祖都可以让你出来选的。他管很多、哦，你不要小看哦。他住海边哦。哇！妈祖真的住海边的，真的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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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是住海边，真的住海边，有牛朋友，哇！那是观众啊，我说他难盖就是盖在观众不知道怎么表达、啊，哈哈，发大财，发大财。哈哈哈哈哈！对啊，才比较一个平常的人家，发大财有赚啊！发大财，都有发财，都有发财。这个人好强，还是要发财，还是要发财，一百万发财，这么可爱哦！我手上的就是那个纸虎嘛。哎、欸，你们的发财怎么真的都长这样啊？一样啊，一样，大家都一样啊。哎，发大财呢！我跟你们一起撒，好好炫啊！没有，哇，你没有发财，你不是没有发财，奖牌了，记得按订阅，记得按小铃铛，小铃铛，哇，还有小铃铛，记得订阅，按小铃铛，100万订阅，哇，这个好哎，可
太可爱了，这个。这头像新年又来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又被抓走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好可怕！下雨，快起来收衣服。白色。哇塞！哇塞！这个气象预报都可以了吧？可以。睡午觉啊，睡午觉突然梦醒来啊！按这个会怎么样？哦，有下雨啊，下雨。哦，还要连伞，他说不要，这一天收衣服，还差不多啊，哎、欸，差不多哎、欸啊，还可以吧，可以这样盖耶，哎呀、啊，这所谓做认真的这个啦，子健你盖的真的不错啊，可爱哦，对啊，跟我盖的差不多，我的天哪、啊，哇，小家哎、欸，哇，你还多盖了家哎、欸，衣服好。下暴雨就收衣服，对嘛，卢米，差不多，你可以的，可以，太好笑了，全都很稳定。哦，原来是这个，鬼鬼作死，原来是这个。哎、欸，你为什么断线了？你在说什么？哦、因为我背了你，因为我背了你，我现在要打。收线不是很好。什么了？上线了。等一下，我怎么上不回去？谁叫你要乱登出？看吧，那个鬼岛有没有？自己演有没有？自己演鬼岛，鬼岛，专业抹黑。鬼岛。喂，子健可以，子健可以，有红色斧头啊！难怪我没有盖到这个，子健没有办法盖得到，可以，子健脱离太久了，有我知道那个，可是我没有盖它，难怪这个上天堂，这是问不是托梦吧？对呀，是我的回答，我都问过。太恐怖了吧！这已经死了吧？班主什么时候管这个了？他业务量很多，完了，业务量很多，真的。哇，这是什么？我让你上天堂跟下地狱是吧？天堂长这样。还可以、哦，可以的，还行，旁边都是顺德，那坏妈祖，我带你住套房。我想说没坏，我想说没坏妈祖啊。你可以讲个妈祖带你上天堂堂之类的，天堂堂。哦，这在干嘛？怎么多箱子啊？太有箱子了，老钥匙了，老钥匙，都是绿宝石，都是哎。哇！发大财！你这样的数字不会中啊！很发！哇！有哎、欸，这个数字最好会中。嗯，这多简单！哇！彩券，然后有数字的话，就这数字了。哦！记起来！这么简单！哇！原来大家猜得到。真的没错，哎呦，这个厉害耶！哇，连彩相机都卖出来了，对呀，彩球都来了，太扯了，最好要猜中哦。哦，有，这个有，差不多。开球，参加一四季，哇塞，刚刚是来抓你的啊？对啊。抓你的啦！会叫你抢劫吗？白痴哦，你这是抢劫哦！抢劫啊！妈祖突袭事件呢？对啊，抢劫啊！一百什么？上面有个一百。哦哦，对，为什么有一？为什么选一百？为什么是一百啊？世纪吗？一世纪啊！哦，那你然后遇到一百波的突袭，赶快跑，有没有？直接溜走，一套一百，笑死！先逃了再说。好多哦，是真的害怕。一百波偷袭在哪？一百波呢？哎呦，没有来不及放一百只。你知道你放几只吗？而且要别人吧。你放了22头牛，你放了22头牛。贵教室呢？难怪变这个，太好笑了，属牛，属牛，明明就属那个牛，也是牛啊，好笑，瞬间变成谁的？你看，我们
南瓜最后变成什么？农村生活。这怎么好笑？扭扭本地，参加世纪强，然后变成个扭扭本地。哎，金盆洗手啊，没问题啊。金盆洗手了，告诉你你抢了就被抓啊，出来只能做农村生活了。原来如此。哦，出了出了，我想出类似的。巧克力，这月亮是什么？晚上啊，晚上有没有？就是跟人家产生身体。这小孩长大，原本是孩子啊。原来如此，长大了，长大那么快。我想说，一个男生，一个女生，所以男生现在光着月亮走嘛，是不是？对，没有，那你讲哦。妈妈盖头发，妈祖说要生小孩哦。如果你是这样子哦，啊，妈祖在跟你讲哦，这个看不懂。他月亮是什么意思啊？卢米怎么没猜出来？晚上才能生，你自己都不敢讲。晚上啊！啊，好可惜，妈祖要生小孩啊！哎，你们看头上这边，全部的东西纸片的，哇塞，上一场留下来的，行行行，哎，真的哎，上面真的有哎，还没清到。那祝生娘娘生小孩，不是祝生娘娘。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早生小孩长大，小孩长大了，小孩长大了，小孩长大了，都长大了。哇，时光飞逝啊！哎，这边小孩没长大，还小，这边还小，这边还小啊。对啊，这点没长。心爱的另一半。对，你看我是多么温馨的题目啊！你们好温馨哦。后面是什么意思啊？可怕可怕！哎呀，还要写出号码，号码都来了，好不好 ，Lumi？ 赶快去买。号码怎么念？哎，真的是。为什么有一个是白球？特别号，特别号。你怎么发现我漏杀我？我也很久没看了，我也很久没看了。想买啊！我了解了，特别号，超猛。这一期乐透发大财，又发大财，又是发大财，发大财哟！发大财，发大财，发大财，发大财龙卷风是什么意思？他那个 logo。logo 乐透的大乐透的 logo， 天哪！有配色啊，打不出发大财，打发财。你也知道他的 logo 长这样，你也是长圈的。我去查才知道，是很厉害。这个绝对不是 logo， 这个不是，这个不是，不是红包吧？红包嘛，我一开始以为什么拖鞋之类的，蓝拖鞋，可以吧？彩票中了很多金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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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可以，哦，结束了。王小姐没有盖出来，好可惜哦。对啊，那个应该往后。王小姐，要在她身上写个王，太可惜了。谁是王小姐？太可怕，太可怕，太可。如果你下面不是 Lumi， 可能就有猜出来。他已经知道，好不好？故意不猜的，你看我盖的多好啊！他没有王啊，封面就这个了。哎，哦，这个太好了，帮忙打亮一下好不好？这样会被加会被告，你自己加个王，哪里王？会被挤，会被挤，会被挤啊！不代表本台立场啦，查水表啦。我是梦到我自己哦，那个巧克力盖成这样子，眼睛，我梦到你老了可能会秃头，你要小心，你要小心，眼睛点，你要小心，你要小心。休息了，好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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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连梦妈祖。好啦，今天就到这边咯，还是你们等一下要看 GTA 是 RP 啊，如果要的话我看看等一下登不登得进去，十点半我再开好不好，因为东西弄一弄也要一点时间。
然后让我休息去尿尿洗个脸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，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拜拜。奇怪，我的这个明明就比较可爱啊，对吧、啊、好啦，拜拜。